好，我们接下来做了这个鲳鱼啦，是用清蒸的方法。这边的切法嘞，贴着我们往这边切，然后再来筷子放上来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这样子的鱼，我们大概蒸8分钟，然后这边的汤汁再把它。嗯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实在。